我就买。白了，五 D 吧。你学你，你也是哦，你也正用的哦，用啊，退休啊。我退休啊。不过我即摆人出来，你只厝机械要咧做啦。我咧做模啊，机械啊。做模啊。咱退休头啦，啊，咱去运动的，个个迄用我机械做。爱看恁啦。无买嘛，来看恁。哎呀，哎，对个啦。长得好看就对了啦。哎呀，不过伊若心情歹时阵会讲错。心情好也是啊。好，我买了。然后下去了。对啊，我下去。全部给你一千了。啊？全部一千了。交你钱我了。要过呀！我无啥物包。你今年就我看哦，少年囡仔哦，上赛溜就去啊。哪里有？这屎尿都是你。这有没有年轻人来买？都是老人家来买的，好不好？啊，都没钱，都是老人家。少年老家会真的吗？哎呀！这上你，这上你，这上你，几块钱？小瓶勺，小瓶勺。千块哦，来，早安。这剩几年了？无，哎呦，哎，没没没，剩几年？两位一百两。啊，两位一百两。嗯。对啊，护林，护林，因为护林住在那个公园那一个厂子的隔壁，所以他买东西很方便。重点是，他可以买到比较便宜，然后又新鲜又大只，然后。所以现在他们公司的朋友都请他帮忙代买啊，哦，又不用出门去，然后又比较便宜，然后东西又好吃。阿贝，冰块帮我多放一点，我等一下才要出门。好，对吧？一千块剩五六次。我怕少给你。不要剩下哟。对啦，我怕少给你。哎，你家的妈妈也超三礼拜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人家人苹果你买这真衰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买来呀，你这妈妈没送，这买来呀，我不是用来。拄好来买来，讲你还真衰哟，错别呀，你这错别，我不那那个流传流传。应该恁家，应该新皇宫，我跟爸老爸同款，我袂需要做科学的。我不会还真拜托，你会不会还会进站里？哈哈哈！够强，够的。我今晚无眼光，我明仔无人拜托。哈哈哈！我拜托人买。羊肉炉啦，我们羊肉炉很好吃的。你去年有没有买？有没有来买？没有，可是我下次录影可以带哦。可以啊。对啊。可是不是现在啊，因为我家冰箱冰不下了、啊，就是露营的时候，下次露营。将那个烂冰箱换掉了啦，啊，换台大一点的啦。都是大台的啊，都是冰冻机啊。哦，我去年羊肉炉买，家里买有够多啊，一盖买十箱了。它里面那个哦，多少号？多少号？我不然那么多人，我要看买多少啊？买多少、哦？我跟你讲，这个今天这样一盒大概三个人吃啊。三个人票，都是三人票。啊，主要是汤头不错了，主要是汤头不错。你就是肉不够的话，两盒才卖你250，一盒才100多块。现在羊肉炉外面吃一炉一分就要一分，拢要600了呢。我们都黑哦，一分就要600。
一盒才卖你125而已啊。羊肉卤最好吃。一盒才卖你125哦，肉没有很多，可是汤头很好，很好喝啊。你去吃，喝汤喝到饱。你就做做，你就当火锅就好了。喜欢涮羊肉，就再去买羊肉片啊。啊，一样。你还要几？两个你要五年，这个我已经解霸了，我卡撑了嘛。卡撑了。所以，汤浓汤很好喝啊。好。这一百六，阮这个一两一两六百了。是啊。一六百。就是几码哩？无就花，拢汤尔。哎呀，无听吧？即马都贵个呀。对啊。即样。我去年一届甲你买十箱呢。是哦。对啊，你袂记啊？伊无啦，迄市场卖我个啦。对啊，十箱。一届买十箱呢。咁样摸，你无敢摸，你无你反正你敢摸十箱，我唔介意。你啊，哈哈哈！我年嘞啦。多花咯。哇，你我再给你揪团那边，你看好了。今天有整只鲑鱼哦，今天有整只鲑鱼哦，1600。因为有些人要整只鲑鱼了，哎，今天有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拿？太阳出名嘛，只有嘞。我是问你啊，啊，无讲也唔知啊，啊，但是有人问我讲，啊，还有没有？啊，没有了，安尼啊。拜拜。嗯。拜拜。啊？这张纸可能放在红心那里。真的假？红心那里。这张纸。不会听。这不会听。我的其他，我有可能是做一种理发业、美容业，所以还没打扮。不会听。可以一直当这样子，感觉没有。那无一定，即马都侪年轻人，即马少年都侪安尼，无一定。啊，想要买个弯刀冰箱啊，全鱼啊，还落去食食个啊。有啊，逐天嘛咧食。食啊，今仔无请人食啊。有啊，再想要甲买赤葱个啊，都厝内厝内都有啊。我都无来看你，敢啊家叫家叫。对哦，啊礼拜就去看信鸿，啊厝个是鱼啊，足济个，食啊紧个，我食话紧两个人啦，卖食饭，然后拢食鱼啊，安尼就好啊，卖煮饭啊，就拢食鱼啊，食鲑鱼、鲍鱼安尼就比较紧啦。大闸蟹吗？没有。你来台湾多久了？台语得听得懂。台湾人，你来台湾多久了？你刚刚荷兰人，你那个台湾人。我卡什么荷兰人？哎、欸，你到底是台湾人还是在那边的？很重要吗？你都没有买鱼，你怎么？哎、欸，我买很多嘞，我知道了。我算他的大客户嘞。包括你的东西啊！啊，你不是说包到那天才包而已？没有啊，哪有？你问他就知道了。我来，后来。有，我问了。今天我来看你们的了，因为家里鱼还很多了。嗯，专程来看你们的，因为早起没事做。没有没有。美妆找 Wendy， 看一下，得，有信啊咯，东靠啊咯。台湾国语的讲法，国台语的模式。这边可能要到7:00先生。等一下上课，然后7:30，跟台北似乎跟台北不一样。加呼叫咯，正常的啊，你遐现在无呼叫，赶快去。
这灯，这样很屌。很少女生穿。我看一下，我有时仔看一下看，看后壁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我看一下，第五市场跟台子一样比较晚市，对啊，不是比较晚市。哎，坛子还好啊，坛子我觉得坛子好像是八点多，八九点都习惯了。礼拜五如果六日的话，当然啦，每个市场都是六日比较多人，一样的。每个市场都六日比较多人。哒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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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一只100块，一只100块，大草虾。哎，这个蛤蟆那边。哦。保留来。包。包好吗？哎。哦。啊，刚有花枝丸。哎，我没有花枝丸。花枝丸。对，对啊。啊，你包鸡蛋。那就，那我领三百了。寺庙早，有没有鲔鱼塘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鲔鱼塘。哎，五，啊，那五八的吼。哎，也有。8块。嗯，那里面的。哎呦。你不能那个花枝丸，那个气炸，那个不够。你水果买了？你买多少？多少？啊，要联络老板是0968那一个电话吗？等我一下。一斤多少？要算斤的，一算斤100万。一斤100。0968那个应该是姓孔的儿子的，对，0968跟0906都可以啊，两个电话都可以。0968有没有没用？0968现在没用，打0906那一只啊，0906，0906那一只，0906823806是比较少的，0906823806这一只。录一次也很少啊，
打零九零六这一支。是很少啊。啊，因为他现在他的电话不想要公布。恰，哎，恰当。啊，你九六八等下车掉了啊？还是有一点。车掉。哎呀，还有卡无啊，忘记。没用啊，没用啊，从来我拢去骗你车钱啊，骗车钱我没用啊。我骗你车钱，你讲的。他那个是加赖吧？啊，那个加赖。加赖啦，来去加赖的时候，如果只手机赖，我如果只手机一定赖，赖拢是这，加赖会知的啊，加赖我输的。我为什么人？我就是计搞共名，我都搞你，搞你家的，好料啊！我无加。你中早。你有产品想要跟他聊聊贩售，你自己跟他讲吧。有共名字，伊有三支电话，无那就交加好友三加三个啊。我认识，无去啊啦。哦。还是账号无去啊？就是进入设账号，即摆无啊。我认识是无名。迄间，你也加入无？我恁这些账号已经没有了。啊，伊就来乱呢。嗯。迄当时是广告账户啊。怎样？哇！五百来。啊？五百六来。两百块呢。我看看不用做事情的流量一样，钱一样。我另外一个频道根本不用做事情。快点来！小平今天的消息，我另外一个频道不用做事情，然后这个频道一个礼拜要工作。30个小时，然后加上上片。
这个频道的工作时数一个礼拜是36个小时，然后我另外一个频道工作时数是一个礼拜半小时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